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户宜家用心，摄耳谛听。心向菩萨，崇拜佛言：世尊，富有众生，其形极丑，身黑如漆，两耳复青，双颊巨腹，泡面平鼻，两眼黄赤，牙齿疏缺，口气腥臭，矬短臃肿，大腹小腰，手脚僚立，楼脊凸肋，肺衣见食，耳疮脓血，水肿干消，借赖拥居，种种诸恶即在其身，虽亲妇人仍不在意，若他作罪横离其殃，永不见佛，永不闻法，不是菩萨，不是贤圣，从苦入苦，不得修习，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为子不孝父母，为臣不忠其君，为上不爱其下，为下不恭其上，朋友不赏其信，乡党不以义从，朝廷不以其爵，断事不以其道，心意颠倒，无有其度，杀害君臣，亲临尊长，发国掠民，功臣破物，偷劫盗窃，恶业非一，每己恶人，亲临孤老，污谤贤善，轻慢师长，欺狂下贱，一切罪业悉具犯之，重罪业报，故获私罪。尔时诸受罪人闻佛世尊作如是说，豪气动地，泪下如雨，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久住说法，化我等辈，令得解脱。佛言：若我久住此世，薄福之人，不种善根，为我常在，不念无常，造诸无量不善之本，后方追忆，悔无所及。善男子，譬如婴儿，母常在侧，与母不生难遭之想，若母去时，便生可养思恋之心，母方还来，悉乃生喜。善男子，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不求常住，故波涅盘。于是世尊即于受罪众生而说偈言：水流不常满，火猛不久燃，日出须臾没，月满还复亏，尊荣豪贵者，无常复过世，念当勤精进，顶礼无上尊。尔时世尊说此偈已，诸受罪人咸悲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作何善行，得离思苦？佛言：善男子，当勤孝养父母，敬事师长，归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慈悲、喜舍、愿亲平等，无有二相，不欺孤老，不亲贫贱，不人有己，不起恶念。汝等若能如是修行，则为以得报佛之恩，永离三途，无复众苦。佛说是经已，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声闻缘觉即得六通三明，具八解脱，其余大众得法眼净。若有众生得闻是经，不堕三途八难之处，地狱修习苦痛安宁。心向菩萨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思经？菩萨摩诃萨云何奉持？佛告心向菩萨：善男子，此经名为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汝当奉持，广令流布，功德无量，持诸大众闻说此法，一心欢喜，定待奉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佛所说，大可不畏。相与今日，起不畏心，起慈悲心，成诸佛力，行菩萨道，念地狱苦，发菩提心。当为今日现受地狱道苦一切众生，现受恶鬼道苦一切众生，现受畜生道苦一切众生，广集六道现受苦者，一心一意为其礼忏，令此众生悉得解脱。我等若不勤行方便，转祸为福者，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相与至心，当念父母师长亲戚眷属，未来应受苦报，意念自身，未来现在方因此苦，等宜痛切，五体投地，至诚恳切，苦道用心，愿令一念感十方佛，一拜断除无量众苦。若六道中已受苦者，以佛力、法力、贤圣力，令此众生即蒙解脱。若六道中未受苦者，以佛力、法力、贤圣力，令此众生永得断除。从今日去，毕竟不复堕于恶趣，除三障业，随念往生，灭五部位，自在解脱。勤修道业，不修不习，妙行庄严，过法云地，入金刚心，成等正觉。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用心，摄耳谛听，善思念之。杂藏经说，时有一鬼白目连言：我身两间有眼，胸有口鼻，而无有头，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前世时恒作魁快弟子，若杀人时，汝常欢喜，一生皆晚，已是因缘，故受此罪，此事花报，果在地狱。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此身形常如块肉，无有手足、眼耳鼻等，恒为虫鸟之所啄啖，如是苦痛难堪难忍，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与他毒药堕胎落孕，令诸众生命不全活，已是因缘，故获思罪，此事花报，果在地狱。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腹极大，咽喉如针，穷年足岁，不得饮食，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聚落主，自恃豪贵，饮酒纵横，请其他人夺其饮食，饥困一切，已是因缘，故获思罪，此事花报，果在地狱。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一生来有二热铁轮在两翼下，举身焦烂，何罪所致？目连答言：
入前世时，雨中作饼，盗取二番，加两亿下，已是因缘，故获私罪，此事花报，果在地狱。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常以物朦胧其头，为人来杀，心生不惧，何罪所致？目连答言，以前世时淫犯外色，常为人见，或为夫主捉服打杀，常怀恐怖，故获私罪，此事花报，果在地狱。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今所说，岂得不人人生大怖畏？相遇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因作如是无量罪恶，如是等罪，皆因无慈悲心，以强欺弱，伤害众生，乃至盗窃他物，迷惑失道，缠谤贤善，作种种罪，如是罪报，于恶道中必受其苦。今日至心，等宜痛切，五体投地，五味六道，以受苦者，当受苦者，求哀礼忏，以为父母师长，一切眷属，求哀礼忏，以为自身，求哀礼忏，以作之罪，愿起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作，唯愿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尊峰佛，南无净宝心峰佛，南无电灯翻王佛，南无法空灯佛，南无一切众德成佛，南无贤翻床王佛，南无一切宝智色持佛，南无断疑拔欲除明佛，南无亦无恐惧威毛不束佛，南无狮子佛，南无名称远闻佛，南无法名号佛，南无奉法佛，南无法闯佛，南无须弥灯光明佛，南无宝藏庄严佛，南无旃檀摩尼光佛，南无金海自在王佛，南无大悲光明王佛，南无优波罗莲花圣佛，南无莲花须庄严王佛，南无金刚坚强自在王佛，南无殊胜月王佛，南无日月光王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常精进菩萨，南无不休息菩萨，南无虚空藏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大慈大悲救护六道，现受苦，当受苦，一切众生，令此众生即得解脱，以神通力断除恶道及地狱业，令诸众生从今日去至于道场，毕竟不复堕于恶趣，舍苦报身得金刚身，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遍六通如意自在，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还复度脱一切众生。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闻熏过旧，果报随行，舍身应受战无停，善恶自甘成，渺渺冥冥，愿佛放光明。南无发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发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发光地菩萨摩诃萨。初忏：佛身相好，巍巍恍若紫金山，法海澄清，皎皎犹如银汉月。菩萨圣贤应供于人间天上，辟支罗汉说法向此界他方，三千刹海之明灯，百亿昏渠之皓月，功深莫测，德厚难量，作三界之权衡，见三十之佛事，上来奉为求忏众等修从慈悲道场忏法，自当第三卷功课圆满。三昧行人，说入三十
为命三宝端饼一心，热五分之真香，散三春之花蕊，盘成妙供，欧饭香茶，钟磬和鸣而梵音深妙，奉经行道而淹没禅思，所作从心，总生回向，乐邦无量寿，教主释迦文，观音并地藏，罗汉与声闻，天朝及地府，三界众高真，贤生欢喜念，见此圣功勋，悲心无谢倦，复护于群生，以资不尽功因，奉为求忏众等，列三毒根，越三界网，福愿三业清净，三解脱门而成就，三空顿悟，三无漏学以宣明，永托三途之宝，长生三宝之家，三空顿悟于色心，三障全该于解脱，三齐果满，三觉公缘，三乘得道之圣贤，三有同沾于利乐，忏文虽掩，恳切未成，请众前功再求忏悔，梁皇忏三卷功德力，愿灭信人三毒罪，清正菩萨发光地，忏文举处罪花飞，解了冤灭了罪，消灾增福慧，龙华三会愿相逢，弥勒佛前亲受记，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梁皇忏三卷已全周，回向四恩并三友，拜忏众等增福寿，愿将法水洗千游，发光地菩萨唯愿哀纳受，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四。曹溪水一派向东流，观音瓶内除灾救，醍醐灌顶涤尘垢，杨枝洒处润娇枯，咽喉中甘露自有琼浆透。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入忏公文：四智圆明之妙体，言若心中之皎月，似无外变之玄音，高超节外之空谈，运四心于四恶趣中，离四相于四身界内，信佛恩之广布，养圣德以弥高，唯愿弘慈见资诚恳，上来奉为京城求忏众等，起见慈悲道场忏法，自当第四卷入坛缘起，四悉坛人于四仪中，刻念圣念以投诚，心正身正而作礼，平沾三岛之春花，炉热六珠之香盖，灯燃汇聚，贡献纯陀，礼拜旋绕，奉咏赞扬，八路披尘，刻勤忏悔，切念求忏众等，自从远劫直至今生，迷四大之色身，受四身之轮转，起四相之颠倒，犯四种之律仪，从迷至迷，由苦入苦，随静风之逆顺，逆爱水之沉沦，无名为众为身，烦恼如胶如漆，凭大法以宏宣，仗真权而解释，今则寸心尽快，刻骨铭基，及大德之高流，运一心而忏悔，仰叩宏慈，明勋加倍，四八端严为妙相，生其三大劫修来，面如满月目如莲，天上人间显恭敬，祈运慈悲道场忏法，一心归命三世诸佛，南无过去毗婆尸佛，南无湿气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迦舍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当来弥勒尊佛。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四，显果报第七之余。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从家至诚，一心谛听。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木莲从禅定起，游衡水边，见诸恶鬼受罪不同，十诸恶鬼各起敬心，来问木莲往昔因缘。一鬼问言：我一生来横抱饥渴，欲至厕中取粪啖之，厕上有大力鬼一杖打我，出不得进，何罪所致？木莲答言：汝为人时，作佛土主，有客比丘来寺乞食，而汝迁徙不与客食，待客去后乃行救助，缘汝无道迁徙众物，亦是因缘故获私罪，如今花报果在地狱。复有一鬼问木莲言：我一生来肩上有大铜瓶，盛满羊铜，一勺取之，还自灌顶，痛苦难忍，何罪所致？木莲答言：汝为人时，作寺为挪，知大众事，有一瓶书藏着瓶处，不依实行，待客去后乃行救助。书是招提之物，一切有份，缘汝无道迁徙众物，已是因缘故获私罪，如今花报果在地狱。复有一鬼问木莲言：我一生来常吞热铁丸，何罪所致？木莲答言：汝为人时作沙弥子，取清净水作十蜜浆，十蜜煎大，如起道心，打取少许，大众未饮，汝道一口，已是因缘故获私罪，此事花报果在地狱。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木莲所见，大可怖畏，我等亦可今作此罪，无名所覆，不自亦知，托有如是无量罪业，于未来世受苦报者，今日至心等宜痛切，五体投地，惭愧忏悔，愿起除灭。又复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恶鬼求哀忏悔，又奉为父母师长求哀忏悔，又为同坛尊正上中下座求哀忏悔，又为善恶之事广及十方无穷无尽四生六道一切众生求哀忏悔。若已作之罪应今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造，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迦摄佛，南无狮子佛，南无明严佛，南无牟尼佛，南无妙花佛，南无华士佛，南无善素佛，南无导师佛，南无大臂佛，南无大力佛，南无素王佛，南无修耀佛，南无明相佛，南无大明佛，南无阎坚佛，南无照耀佛，南无日藏佛，南无月世佛，南无众阎佛，南无善明佛，南无无忧佛，南无狮子游戏菩萨，南无狮子奋训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佛陀，南无达摩，南无僧伽。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大慈大悲，唯愿救拔十方现受恶鬼道苦一切众生，有缘救拔十方地狱道畜生道人道一切众生无量众苦，令诸众生即得解脱。
断三障业，五五部位，八节喜心，四弘被悟，念奉慈言，自成妙教，不起本处，诸漏永尽，随念辅应，遍诸佛土，愿行早缘，速成正觉。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罗素是一只受到严重烧伤的猫咪，当时家中失火，导致它受困了四天，也因为烧伤而变得毛发稀疏。但经过急难照护医院的治疗，罗素恢复良好，更会一起陪伴照顾其他受伤的动物。而动物急救和急难照护医院也是罗里市唯一一间照顾被抛弃的野生动物医院，在医护人员悉心照顾下，罗素已经逐渐远离伤痛。在疗养期间，他会主动跟前来接受治疗的受伤动物结为好友，陪伴他们，给予他们抚慰。在此，院方也表示，经常接到民众报案，看见疑似被弃养的野生动物，像是鸟类或是兔子，呼吁民众最好的方式是观察一到两天，确认动物妈妈没有回来找孩子后，再通报相关单位进行救援。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